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小小的游戏挑战环节。那这一轮当中，我们将一起玩到的是《寂静中呐喊》。我旁边这一位女士已经在寂静中表现半天了。待会儿呢，两位嘉宾将分别跟我来进行挑战。表现得好，他们就将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包括自己最近的一个最新的作品啊，包括自己的一些动态，好好来宣传一下。这样，我们先来抽签，每个人选一套题，每个人选一套题，这样我们分别进行。那既然祖儿已经戴上了耳机，我先摘了说话了。这样，祖儿现在你就作为第一轮的跟我的比拼嘉宾，好不好？你先不要看你的题目，先我给你出题，好，然后你根据我的嘴型，好，猜出是什么。OK， 一个都猜不中，会被留在这里吗？会。好了，来吧，笑口常开，笑口常开，对，金鸡独立，金鸡独立。鸡鸡狐狸，金鸡忽闪忽，看我的口型，金金，不灵不灵，金鸡独立，金鸡独立，对，三个字，倒钩拳，倒钩拳，厉害呀，两个字，听不见，下腰。下腰，累死我了。三个字，你没发现吗？这个游戏是玩你。我发现了。来，三个字，后空翻，翻，下腰翻。三个字，后空翻，后空翻，对。四个字。吉祥如，恭喜发财，吉祥，第二个字是祥，第二个字祥，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对，这个字，虎年大吉，虎生威，第二个字是年，虎年大吉，大吉，好，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四个字，恭喜发财。寂静中呐喊第二轮挑战，马文远猜，宋祖儿出题，预备备开始。年年有余，几个字，四个字。年有，年年有余，一个字，余。两个字，年高，对，两个字，饺子，这个很简单啊，四个字，你确定比的是我看到的吗？大吉大利，两个字，春卷，四个字，鲤鱼，下腰，鲤鱼打挺，四个字，好事，好事连连，哇，厉害啊，这个文远这个很厉害啊，一看口型真的。是不是？好，那还有最后一轮了。好了，来吧、这好难啊针对我了几个字两个字
杨杨杨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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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字四个字大鱼大鱼海棠大鱼海里海棠棠大大鱼大鱼对不对大鱼吃海海海海海大鱼喊海棠棠大鱼含糖大鱼海棠海大鱼大鱼海棠三个字人名字人名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嗯、宋祖儿王王家王乔家王乔石是谁王家王石王这是第一个字吗家第二个字第二个字石第二个字石符号加加减加从除第二个字加减加第二个字不是石加加加加房房加王嘉尔哦这是家呀家好好好好 OK OK 三个字三个字宋祖儿还有这种题、啊、换一个换一个这个你们是不相信我的智商吗八十八零八百哎这样鱼房几个字朦胧朦胧鱼朦胧哦对我忘了这是个平口的道少道道上道道道梦道盗梦空间可以我觉得最后那个能猜得出来你就冲他喊五五问问九八问问问问问问问对几个字四个字问问望闻问切无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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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东好难为下面教小朋友还有人急啊谢谢二位的这个精彩表演哎呀我觉得这一轮游戏过程当中我悟到了两个道理第一个两位游戏很厉害第二个我真的太菜了对对对你这个很难是吗因为你这里有很多人名啊、哦、好吧所以一轮游戏玩下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游戏在玩我好了这个谢谢两位的这个精彩演绎所以呢最后作为游戏的这个奖励吧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最近自己的新作也好或者说新的动态也好好不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最近在腾讯视频播出的流光之城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做武云石也请大家多多支持那么2022年虎年我也会有几部古装戏会跟大家见面提醒大家多提意见然后继续努力好导演流光之城祖儿你玩游戏和听别人说话都好开心呢、啊、多提意见谢谢不是别很奇怪最近呢我的新剧舌尖上的心跳也正在热播希望大家喜欢然后虎年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希望大家虎年大吉虎年大吉用文远的话说多提意见努力学习努力进步好了谢谢文远谢谢祖儿